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赛博中国每日新闻。今天上午，国家统计局今年第四次强调，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通缩，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。七月份的生产需求平稳增长，就业物价总体稳定，产业升级稳步推进，民生保障有力有效，国民经济持续恢复，运行总体平稳。PPI 同比降幅今年首收窄，有利企业生产。下半年出口有望保持基本稳定，货物贸易继续保持顺差。居民住房消费和房企投资意愿有望逐步改善。随着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优化，房企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。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总体稳定。七月 CPI 同比下降是月度间正常波动，很大可能是短期现象。七月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。相关部门正积极谋划实施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储备政策。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就业去向，民企吸纳规模扩大。8月15日国新办举行2023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表示，自今年8月份开始，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。现在停止公布失业率。啥时候停止公布 GDP? 停止公布 CPI? 停止 A 股交易？停止香港入境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8月15日消息，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素某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。他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，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，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，密谋实施暴力行动，并将该行动命名为中国班加西工程，妄图颠覆国家政权。年级中医院的医生为什么不能拍？那我你打我们是不是？我们哪打你？你们你干哈呢？干哈呢？报案报案，快报快报来！来看看这中医院的大夫来，这家伙还得抢呢，你抢啥呀？抢啥呀？你给啥？给我们，给我们，不给啥呀？不给。你在抢什么？你在抢什么？跟那个你在怕啥？什么？我们都没签证，你怕啥？你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警察来了，你别拽我，我胳膊疼。你胳膊疼，你拽我们，我们胳膊还疼呢。给大夫号，没事，我这儿叫呢。我们的化验单，我给你，给他报告。我们的报告，这是我们的报告，我们大夫写的，我写的呢。这是我们的报告，我写的呢。我给你看，你放开，我给你看。我写的呢。放开，我给你看。你给我看，我放开，我给你看。湖南娄底汇百超市开张，杂技表演绳子断裂，三位演员高空坠落，已全部送医。
我要把这三个箱东西拿过来。那边，你那边来了吧？这三箱东西带着好多，你看每次东西带一点。你这几个看咋办的先？你一个个啊？打的打的又能吃啦。西安一女子坐出租长期不给钱，就算把她送到派出所也还是要不到钱。开不成车嘛，这一开人家把妹子我一看人家就开下来了，我一看人家就把妹子开下来。把一个就从妹子办还办死了还咋弄的。没关系，你等时我没把妹子给我等坏了。哎呀就这么。交给群里发个都知道，以后见这人不要拉。我都跟你反对，你不用喊，你不用。我跟你再说最后一遍，这拉着可不给我钱吗？你看咱这玩意儿咋弄？咱就这，差价怪蹊跷的，漂亮的。没有钱，微信。那还得把手一绑，这我放公交费去拉，这不拉这不行，这惯着哈毛病的。你看，都把这都扔的了。手机家警察师傅给看没钱，把苹果手机给他娘了。从哪来的？手机看病就是最后不是看病把病嘛叫个数据，看病看病嘛看着，最后拿身上的看病的钱，还有那个疫情的时候打了130，不是没有手机，35，还吃饭了自己去 SKB。那傻逼出租车自己拉人了啊！我没给你钱，那你当时要嘛？你现在跟我要啥嘛？你只能怪自己没本事，跟人家说瓜皮。你赶快死去，不要在世上再活了，害人。不过我倒反而也习惯了，他爱咋整咋整去，这样历练了我的成长。我就斗嘛，斗不过我就。找警察嘛，我就找相关部门嘛，再处理不了，我就自己解决，自己想把它整。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不讲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